文字审核不正规参考，惊觉已留名。我想千人去水是腐烂亭，足悉当今上涌。谈资深未入江湖不弃，纵马与长风，方寸力求失重，何来霁月月平。你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这些金子啊？那必须得随身带着呀，省得殿下总是惦记。你在禹王府不愁吃穿，为什么非要攒这些金子？我攒这些金子是有大用处的，若哪日殿下真的因为犯上被流放贬谪，有这些金子傍身，才能保证我和他流放的路上吃穿不愁呀。殿下知道这些吗？殿下他从未提起过，但我猜他什么都明白，所以我几次三番的想要帮助你们，他也从未怪罪过我。他何止是没怪罪啊，我怀疑他是暗中帮着你敲诈我们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这次是我签字上的。哎呀，叫兄长吧，何况兄弟之间何来亏欠。其实我对魔君之位没有兴趣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简直跟你一模一样。对了，中午别走，花将军亲自下厨，估计咱们啊有口福了。好。我鲜少下厨，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们多担待些。那什么，这些菜看着都挺别致啊。哇，这太惊艳了吧，瞧瞧这颜色，这光泽，还有这摆盘，多艺术啊。兄长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爱情都是盲目的。你们怎么都不尝尝？来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这太惊艳了吧，这什么绝世美食啊。
兄长，爱情让你失去了双目，又失去了舌头吗？别废话。兄长，臣弟突然想起，今日还还服药，改日再陪兄长用餐啊。哎呦，那边，哎，我仿佛看到他恋爱脑长出来了。论恋爱脑，你不遑多让。来，尝一口。好吃，好吃，那就多吃一点。来吧，都是你的了。这里仔细点，别留下什么东西。哎，那边的珠子也撤了吧，啊，撤了吧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眨眼为期一个月的灯明大会也要结束了，下一次便是300年后啊。几里三千里长风，记住我上边人。你真的不和我一起走？万帆若空，征战万一不用，心也黄沙要多丹青，保证护真话。你和我一起或许能够成就一番真正属于女子的霸业。我相信无论少君与我身在何方，都能够成就属于女子的霸业。所以不如暂分两路，以期顶端相见。思宁吗？是，仙君。若是为联姻之事而来。不，思宁是为其他事而来。好，你说。少君可想好了，从今往后妖界绝不染指边境12城，此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尊上莫急，我亦有条件。我之所以放弃出兵边境12城，只是不想看到战火重燃，生灵涂炭。倘若日后边城百姓受苦，我必亲率妖界铁蹄夺回12城。好，本君答应。少君心怀苍生，未来定是良君。若是少君以后能少惦记些我家花将军，那就更好了。此事怕是难以从命，毕竟我与花将军约定在先，待我成为女君之时，定要和他顶端相见。你们约定？你们女君？嗯，
君。你还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少君是个女的？害我一直以为他对你别有用心。他的确对我别有用心，他一直希望我跟他去妖界搞事业。嘿，毕竟男人嘛，向来都是靠不住的。谁说我靠不住？我家世清白，身体健康，之前的确沉迷二次元，但也算半个工作，毕竟是做游戏开发的。我武力值虽然不及你，但智商绝对在线，外加我母胎 solo， 感情专一。感情专一？怎么个专一法？那必须是没有分手，只有丧偶。没有分手，只有丧偶？嗯，这态度不错。哎，别闹了。尊上，思宁仙子求见。嗯。思宁来向尊上、花香群告别。仙界使团离开的日子定了吗？我已奏明陆贞仙君不与使团一同回仙界。不回仙界，四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天地广袤，自有去处。尊上说的对，我本可自由行医世间，何必执迷虚名？如今，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之事，比起儿女情长，我更想行走六界，治病救人，做一个真正悬壶济世的医者。仙界有四姑娘这样真正的医仙，是六界的造化。其实某一瞬间，我的确对尊上动过心，只不过比起儿女情长，我有更值得珍惜的东西。阿宅兄弟，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什么都瞒不过陆三兄弟。灯明大会结束，使团不久将离开凌渊城，下次再见不知何时，所以我准备了送别酒。一座如尘似梦看，残春曾此一庭安。能迎三百年前客，没有天地亦凌渊。我修行千载，通达古今，竟不如阿宅兄弟一生知音来得痛快。出发前，我曾一窥天目，察觉魔界异象，地心异处，恐生巨变。所以我此行前来的目的其实是拨乱反正，以顺天道。当你几经坎坷，几番分分合合，不愿回应那遥遥无期的承诺，更无力承受为大劫落魄的失措，才明白绝望与希望皆是缠身。单枪匹马在这俗世中挣扎，来世晴空万里去路，乘风与江峡，
一起破旧长衫走回家。这个世界有多难过，背叛错过，碌碌无为的喜怒哀乐，有多少波澜壮阔，在堆砌的沙砾中沉默，平庸理想如一抹，心儿有你陪我，烛光炙热，依旧唱着属于我们的歌。若此后再无星河，变作萤火，微妙之光照起身之作，借一碗香为宾客，歌声勾出不朽与执着，有生之年风狂过，别怕重蹈覆辙，便陪同你这一路，我们有故事可说。